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等一下要先去灵山的花博站，然后今天因为晚上要泡温泉，那到底可不可以下水？我们今天晚上有点期待啊，就来试一下吧。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自从有了发片之后呢，就每天可以换不同的发型出门，然后而且他真的很透气，就是好像没有戴它，你会以为他好像真的是头发一样。所以我现在几乎都不太戴帽子，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展场里面了，然后这是花博办的这个推举的一个实况展，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实况组在这边做一些活动，那里面有一些3C产品啊、电竞产品啊、键盘滑鼠啊，还有一些游戏，都会有很多推举的知名实况组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沙帽山的黄石温泉，今天有点冷，很适合泡温泉的天气，等不及想泡了 ，Let's go。好，终于我们排了多久？排了1小时，一个小时了，一个小时吗？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要布置在哪上去？好，先暂停看一下。这个东西可以，可以刚好。对。所以我今天实测发片的环节要开始。OK， 要准备啊。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就马上。哇！超爽。想搞头发要露一下，好，好，来啊！我们要实测我们的发片的部分了，想搞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想搞。没有掉。因为我眼睛好痛哦。牛黄。超痛。哈哈哈！成功。成功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终于回到家里了。那一整天这样佩戴下来，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秃头的困扰，帽子真的超级多的，就每天出门就是要看戴什么帽子。那自从有了这顶科技假发之后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要跟帽子说拜拜。那因为我们有秃头困扰的人都会常戴帽子，那帽子其实戴久了它很容易长疹子，而且会很痒。帽子一直戴，其实或多或少你身边的朋友都会知道说，哎，你戴帽子。自从我戴了这个科技假发之后啊，对，其实我的朋友他们都蛮惊讶，他们都说你头发怎么会长出来的？因为真的太真了，因为真的是看不出来，真的是看不出来。而且还可以根据你可能今天想要弄的发型，就可以随意的更换。然后它佩戴起来有一个真的很棒的地方要跟大家讲，它的透气，它的舒适度真的是远远高于帽子。它戴上去真的好像没有戴东西，它非常的轻，不管在可能运动流汗的时候，哦，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，它就像是你的头发一样。对，然后你自己也会觉得，哎，回到年轻的感觉。知道吗？就是到了有秃头困扰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头发这么的重要。对，所以我真的很真心推荐大家一定要尝试看看，因为真的是超乎你的预期。推荐大家使用魔法布，耶、yeah! ！